大家好，我是秦浩，我是贤琴，快来看看台北广播电台迈向114幸福满满派对演唱会即将热闹登场喽！没错，就在11月2号，地点呢在台北市中山堂。这场音乐盛会可是有超强的阵容哦，你猜猜有谁呢？我知道，有林俊逸、潘越云、于台烟这些大咖歌手，可是经典当中的经典，还有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林明德、亦凡的演出。哎，哇，这几位歌手真的是超级厉害的，保证让大家陶醉在音乐的世界中哦。那要怎么锁票呢？这场活动是凭票免费入场，10月28号上午10点开始，在中山堂现场就能锁票，而且还可以同步在 KKTix 网络平台线上锁票哦。同时，我们会在台北电台931的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，让你随时随地能够参与这场幸福满满的派对哦。我们11月2号见喽！我是主持人秦浩，我是贤琴，幸福满满派对等你来哟。该懂。